孙哥可是给咱坤哥挡过刀的救过他的命。孙哥对于咱坤泰集团来说，小白，哎，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坤泰集团没有实力都行，就是不能没有孙哥，对吧？不是，大哥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大哥，我嘴笨，这杯上自罚。三哥，我哥拿你当亲兄。 那你就是我亲哥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找我就行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块敬孙哥一个。因为坤泰。 失去了4年的青春。如今出狱，我只想好好做人，查清楚当年的真相。你好。
己让过来的。店里又来了一些新酒，看我问问大家要不要加一点。酒嘛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但是你也得留点给我喝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喝酒。装呢？喝呀。小姑娘有点意思。那我先走了，森哥。等等，你叫我什么？森哥。第一天上班。嗯。你森哥在那儿。森哥，这是你小迷妹。先生，对不起。你他妈连我都不认识，还敢来这儿上班？行，既然你满脑子都是你森哥，那你今天就负责把森哥给我陪好，听懂了吗？喊什么臊啊！告诉你，给我森哥陪好了有你好处，知道吗？是不是兄弟？是。哎，老爸，下次呢，对女孩子温柔一点，不然以后谁跟着你？老爸，我这不习惯了吗？这女孩身娇肉贵的，难免力气大点，这不能怪我呀。玩去吧。哎。三哥，这是没看上。早说呀，小白，哎，尝尝新菜。好嘞。孙哥腼腆了。给孙哥安排一个单独相处的地儿，懂吗？好嘞，孙哥，兄弟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请。孙哥，兄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听着啊，我只说一遍。我叫阿泰，记住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来，行了，这会儿回去找你上。别紧张，坐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森哥，外面的人呢？都叫我阿森。
像你这个样子，在这种风月场合是混不下去的。你得学会怎么撒娇。三哥，我不想学撒娇，也不想学怎么讨好男人。让我走吧。还等什么？三哥，三哥，对不起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走吧。看吗？看不见，你只能听。森哥那声气得狂了。好听吗？我听听。叫啊！谁叫大点儿？结束，还是真的想？